最近这三年的发展计划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方针吗？其实我一开始认为本周纽约在做的事情不过是在为我们之后真正在做的事情做了一个铺垫。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大家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服装品牌这一类的生意或者是，其实我们是为了给我们如果要进行的音乐这方面的事业是有一个铺垫。因为中国所有的音乐市场其实是
缺了一半的支柱，这个支柱其实就是实业。如果没有实业，没有更好的优质的产品以后提供给大众的话，那你解决方面提供的服务大众怎么能接受？他们也会很轻易的就会抛弃掉我喜欢这个艺人或我喜欢这个音乐，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艺人愿意为你生存了多少。所以很多首先是先在实业上有所作为之后再进行音乐方面的创新发展。其实街头文化从最早开始成立文化园到现在也有近30年历史，因为这一块东西在中国进入中国以来现在应该有10年从最早的发展到现在，然后我其实是应该从比较早接触到现在，它是都是有一个融合的，是从美国的70年代到80年代到90年代到2000年再到现在，每个时代都是互相融合创新的和去做创新的事。但是现在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市场比较大，然后接受度又还算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就是同时很多时期的美食文化都一起融合，所以你现在都没有一种他不会去选择的区分，所以很多人他会帮大家来去做一个分类，做好的分类，然后我可以告诉给所有喜欢美食的人看，然后让他们走得更对，他们更好看，然后更理解自己。Thank you.